说吧，你究竟是谁？竟然敢对我问呀、啊！难不成还是郡主吗？你抓住我的小辫子，就没有告诉别人，要我做什么？郡主，翻本郡主的窗翻上瘾了是吧？还以为郡主开着窗就是在等我呢。上场比赛的是你，救我的也是你，一道是赐婚，一道是赐死。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情，就是把你切了。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们是见过的，熟悉的。你怎么看待我的？曾经有个美丽的女子，张教主也对我百般的好，这是要不辞而别吗？当时我诸多顾忌，千方百计的逃避。不要啊！明明，就算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把你找回来。我这辈子定爱他、护他、敬他，与他指引明天，白首相撞，给他一个家。